玩得集時間11:11。其實頭先我見有一個，我見到我一入嚟有時就話：，你係小隊長。但係我一入到嚟即刻少咗三分鐘，即係話可能頭先已經有人入到嚟，但係之後就入嚟玩點睇？呢、這個 dead server， 我成日都講 dead server， dead server， dead server。琴晚嗰鋪雙雞室，唔係凌晨嗰鋪雙雞室，幾時贏輸啊？我屌你！真係唔識玩啊！睇下先。雞尋日即係呢，即係29、30號咧，即係受到下陣氣流影響，就話受到大陸氣流影響咧，天氣好熱啊！但今日就話好似有少少外線，但我仍然覺得有少少熱喎。又話今日落雨，但而家再晚太陽，太陽。但前日同昨日，喂，前日同昨日咧個氣温都係達到33、34、37度。即使夜晚即係啲雲多翻，仍然都係好熱，啲咪都仲喺度。夜晚氣温達到33、34度，都係我哋係34都有，而有啲地區都係35度夜晚，37度嗰啲真係好耐都仲暑，亦都正正係流感高峰期啊！點唔知啊？佢住內科病床啊，爆曬滿，基本上。天氣熱得流感高峰期，其實我仲未知道。
OK， 琴日點解我冇買我零售？點解冇玩 Dead Server？哎呀，我哋唔識。因為喺頭即係我嗰時開 Beta 四嘅 server， 後屘我見到裏邊有七個人，即係我嗰時11:30嗰陣時，到11:50準備啦。就見到裏面有十四個人，唔係到十一點幾開啊，跟住見到裏面有十四個人啊，即係有三個 BAD 人，一個就係 Kennedy 人，另一個就係 Steady T-Bag， 再一個就係新人威 Eagle 1942係 Battlefield 嘅第一代。呢個 Bright Eagle 1942就係 BAD 裏面嘅第六位成員。我即係我亦都第六位嘅啲人，我又殺新人啦，即係細估唔到我殺咗佢之後竟然輸咗，點睇？即係唔明白 BAD 都點做嘢實際上，因為 BAD 如果搞到我輸咗，點睇啊？輸清光啊！但係係咪即係佢係咪即係 BAD 開倉？好難估到。其實呢幾日都好熱，喂，成搞到我隻手都紅曬啦！即係太熱啊嘛，曬到紅，真係紅曬啊！頭先出去大話雞翼加硬座，買硬座。成日見到咁多情侶，依家啲學生，但係今日要翻學咩？我想問要翻學咩？佢哋暑假翻學。其實我之前話嗰個咩上官遵兒嗰，同埋一個咩 Kai Yit 咩咧？其實那個是男仔嚟嘅，咩嗰個麥姓麥嘅叫麥先生，唔記得咗啦，叫麥嘉賢，好似叫麥嘉賢，乜咩 Kai Yit 啊嘛，所以我中文譯音為麥嘉賢，麥曉嘉啊，好似係呢個人之所以成日都擺上，都係因為佢男仔利用女仔張相。去引，再改埋女仔咩？係引人去點佢啲廣告相，即係博 like 就只係博大眾分享 like。實際上真係俾人揭穿咗啊！即係呢個唔係女仔，係男仔嚟嘅。因為睇佢名字已經知道姓麥嘅，仲要係先生嚟嘅，先生都係女仔，想咩解救？喺早前有啲人話。係喎，嚟緊 Battlefield 1都會出，以沙皇為名嘅支片就喺9月出，有啲新槍嘅，即係戰地一咧最受歡，即係如果做醫療兵嘅話，佢哋最想用嘅就係嗰支卡賓槍，即係淨係得一支卡賓槍，其他嗰啲都係半自動槍，咩 M1907同埋八咩自動裝填步槍8.35、8.25，嗰啲蒙德拉貢啊，跟住咩 Sadio 1906。即係嗰啲全部都係自動半自動步槍嚟，即係射好似追擊槍咁樣。所以我所以咧要，即係你見我日日唔係日日，應該係即係 BFB 一幾條片裏邊咧，成日你都會見我經常做指南兵同埋追擊手，但我完全冇做過特啲兵，可以話醫護兵都冇做過，有做過幾次，做一次。我覺得追擊手會用啲，但我想快啲用馬蹄嚟解嗰啲追擊手。馬蹄嚟追擊手啊，用馬蹄嚟亨利黑布 infantry 殺300個人，我已經殺140幾個人。
即係可以掌握到點用。雖然係步兵打都幾算係幾好，但係打疫苗咗目標真係好難。正如你用塔利手嗰支聽温解一個一百啊嘛，即係佢都冇記。啊！我真係聰明得滯，即係琴日我就搶戰鬥奇兵，真係我係比較早撳個 R 嘅，即係結果我攞到啊！即係估唔到最早攞 R 嗰個就最先攞到，即係唔好放手啊！因為我係做法爾登高地嘅法國兵啊，法國兵輸咗，即係佢哋依搶到攻城炮，我就寧願揸戰鬥兵。但間中都有啲北嘅，即係羅牙棒一棒咬死人啊嘛！但我一棒扣84，即係普通嘅步兵，唔係馬兵，都唔係噴火兵。其實 central 嘅佢哋最敏感嘅就係毒氣彈、燃燒彈，但係佢哋最致命嘅彈就係、是、聽温解嗰啲彈，即係穿甲彈啊！我射佢扣90，跟住再點佢散槍扣10死咯。因為最驚就係 M1900嗰支槍，即係射一槍就已經扣90。聽温格即係豐富有嗰支穿甲槍、短管散彈槍、戰鬥時望鏡，即係嗰啲望遠鏡同埋反坦手榴彈兩個。兩個紅鼻孔咩？前幾年收4000幾，收200多萬，佢而家傳媒大話唔成立，佢真係鼻孔無嘴。唉，又到凌晨啦，快啲又最唔識見到就係 dead， 唔係 bad 啊，食屎啊嗰個，見得最多係 bad。台灣人就在戰地一裏面擺一條文，就係點解我拼數咁高嘅？我覺得因為你哋台灣正值颱風日，佢可能吹斷曬電纜，跟然之後所打嘅拼數就越高，所以好容易彈機，好容易就會執。所以台灣永遠都係最慘嘅台灣，因為拼數太高啊！我哋拼數太低，因為我哋冇風吹啊。